汤吗？要汤吗？要汤。要汤泡米饭呢。哎，稍微看看。汤。刚才就说了。弟弟，那个不是肉多吗？吃饭都要拍。我哥哥这个人有回汤包子。对，这边吃的最少。多吃点知道吗？为什么别人在干活你在吃？工作时候累了。那冰箱是怎么回事？哪个冰箱？我给大家讲讲。烤鸭、水果。所以呢？至于有吗？不至于的。这哥哥真不至于的。别人在干嘛？晚上。你只要敢夹我，也就是说，这一块肉换咱俩这么多年、这么长时间的友谊，对不对？我还得揍一顿，我把这块肉吃了，我还得揍一顿，友谊就结束了。我还得偷你两块肉。呀，来看一看，我的手都在颤抖。那你搁这嘴，那你嘴里面吃的是什么东西？所有的饭。行，那行，来，弟弟来。都只是挺好吃的。来，不要肉了吗？你敢夹弟弟的肉，我弄死你！不吃肥肉啊？不吃肥肉。不吃也得吃。你，扣工资，反正今天没法呢。我还这样，你把这块瘦夹走吧，你把这块瘦夹走。看你哥哥对你多好。你怕什么？吸吧。吸完了它，这是壳，吸把黄吸完了它，给一下子。好了，壳你就别吃了。我青岛人，我觉得那些直播吃东西的人真是拿多少钱雇的？不是，要不然我不能伺候他。咱都不帮忙小弟弟，你看小弟弟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那个大坨子不好吃，不好吃。我很烦，你知道吗？你认真呐？我认真把这块肉扒出来。论吃这个事儿，没有人服过凡子，我跟你说。看这双下。不是，凡子没有服过别人。爸爸，大的这个小的，中的，小的。那这样，咱们先从小的开始选，好吗？小的中的大的。带领哥，厉害呀，小弟，厉害呀！那个长得最好看，那个肉应该是最好的。我赢了，我选那个，随便选，自己选。这个肯定不能选，那么就别选这个。壳厚，一看就。你看这个，这不要长太牙。你吃这个吧，小弟，吃这个。这个肉多，让我看一眼。来，这个是大，够了，来啊！够量，哎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一轮，我还一直没变。行，大哥，看没看？
看到？看没看到？关键王者，我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少肉。那母那母王者，什么叫王者？从一到十放六百九，放上了。就喜欢吃生的海鲜，所以就决定先吃这个。我突然想回家了，我知道。